哦，复习课题终于开始了。哦，我们在监控房。您就暂停。我们是不是哪个城市？第一个哪里？我们在深圳的这个大鹏湾，很美的地方，鹿嘴山庄，深圳最后的世外桃源。哇哦！大家举杯啦，干杯啦，他们。看小雪在干嘛？看看小雪在干嘛？她拎着个塑料袋子，她拎着塑料袋子是什么？你像猫的形状。她在拎着塑料袋子，她塑料袋里面装的是什么？送给你的礼物。她为什么一个爱豆为什么要把化妆品装在塑料袋子里面？为什么呢？那剪掉。最近出门了吗？马上出门。马上出门。那她为什么要每天拍照啊？给你们拍物料啊，给我们粉丝拍物料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你看又在拍，又在给我们拍物料了。干净，我们怡园的福利呀、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的小雪下楼喽，给我们怡园的福利拍完了，怎么样？这一刻就喊吗？这一刻就喊。Nice。